看这岁数有点毛病。为什么呢？刚才主持人现在说了，说要介绍这八九股，他拿我这岁数一使唤，就这样了。这个耽误您功夫，实在对不起。有您上的，等主持上去，您拿茶碗开叉就行了。行，咱不多说，给您预备一段钟馗驾位。
皇上不用，御笔重名得脸了。打这儿又生气又羞愧，一腔愤恨怎么办呢？没脸回家乡见父老乡亲，我死在案子，在金殿之上是触壁捐生。钟馗呢，死后一口怨气不散，化为厉鬼，去朝天庭把自己的遗忘经过跟玉帝一说。玉帝说好，人间归我用，封为督判，你管天下鬼怪精灵，全归你一人管。钟馗谢恩上任，走到半道想起来了，我死了要死，我妹妹怎么办呢？栾英一个人在家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。啊，我的好朋友杜平在我死后将我尸身运回原籍，葬埋营地。得了，干脆我把妹妹嫁给杜平，以报他的大恩也就是了。钟馗呢，打定主意要聘妹妹，要过点嫁。您听我打这以后啊，什么打执事的、开路的、管账的，通通的都是鬼。唱好的呢，这段是过鬼过嫁的；唱不好呢，这个前后一搭，这一错不开，我要是稍微要有点走私的话，让这鬼一绕到我，我兴许就得忘了。真要忘了出现这种情况，希望您多多原谅。我想起来再给您唱。下面呢，小伙都说唱这段过鬼送嫁的这个曲牌叫《南城亮》。起哄
好个道，是他拿手的本领，你要给点劳务费，能管您就叫起不送。有冤回来送礼，都不知道那本家他贵姓，短命鬼嘻嘻侠侠的来到西呀，净查他的鬼姓。嗨，那做事他不留后头，有屈死鬼搭起来梳妆台，说我今儿才找着这高悬的明镜，那馋鬼抬石河偷吃的绿豆糕啊，还有那个字有醉鬼他搬起来做钟，来回的乱晃，这是最新的摇摆舞，是我首创新发明。有色鬼他笑眯眯的抱起来，牡丹花的盆景，看得他是挺眼馋的，想掐他吧。有贼鬼扛起皮箱，想溜之虎也，心惦记偷首饰，他是吵吧啷个半天。这会儿是咱也不分流花，孤单的沉重，手拿着鸡毛掸子满世界找寻找，老命鬼虽然是精明，可惜气色不正，刚搭起来那桌子腿儿，口中就吐了鲜花。有穷鬼他看见金珠，有着玉磬，刚要是一伸手，这小气鬼就等着拦住。有冒失鬼来抬轿，连窜带蹦，打指示的那些兵鬼呀，压得他们直哼。讨厌鬼和淘气鬼争着要把亲送，大头鬼不让去，嘿，母哥俩是钟家的亲外甥。哦，来了个千娇百媚、风流的女鬼啊，那小模样长得可是端端正正，生就得线条优美啊，标准的体型。留着新潮的口型，要不擦国产的玉美镜，美国金羽系系列化妆品才与我这身份平衡。这右耳朵戴一个烧饼大小的耳环，足有四两多重，像脖子上挂的项链呢，那左耳他打着耳钉，碰着钟馗说 hello hello。 钟馗听了半天不懂，哎呀 Mr. 钟啊，我的亲爱的钟先生，那金文贵府小姐结婚大典，我特来助兴啊，我呀给您组织一场 party， 我给陪着您蹦迪，我保您满意呀，我们工作是很热情。钟馗适应之期，他说哇呀怪呀，去吧管东呀呀，呸，好一个无耻鬼，你败坏俺鬼门的名声。哟，
先生，你不要激动了，冷静冷静。瞧您这意思，大概啊，您是不爱跳舞。这么着，我给您组织一场曲艺专场，我给您请了马三立呀，还有那骆玉正。钟馗说着大胆见地，你还不冤魂，猛地一出跑着把钟馗乱身轻。恩兄不明了，命丫鬟前去送信。下边呢，给您更改一个台号，钟馗下妹，杜平成亲。这一段呢是流水。Yeah.